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朋友看过来，深读君讲干货了哈。胆结石有遗传倾向，有胆结石家族病史的朋友们要小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胆结石的发病率越高，胆固醇超标，胆固醇结石就容易产生了。过度结石会导致胆汁中各成分比例紊乱，胆固醇析出形成结石。长期不吃早餐，胆汁淤滞在胆囊里，就容易长结石。胆结石患者中，女性占70%，是男性的2.3倍。雌激素会使胆固醇的合成增多，胆汁成分发生改变，容易析出晶体。孕激素会影响胆囊收缩功能，胆汁排出无力，这一析出再加上流速缓慢，结石就很容易形成了。怀孕时雌孕激素爆表，撑大的子宫挤压了胆管，胆汁流出更加艰难，孕期成了养结石的黄金时期，怀孕次数增多，胆结石的发病率也会上升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